没事。不要哭，回去不要哭。他应该不会哭嘞，我不会。啊，大家都要去看好了。公文是吗？所有公文是吗？你一下就来吗？你在这里来，你先过来。我让你们看看你们题目来做什么。准备哦，公文生准备哦。为什么会让你们做一个试讲？这个看不到，
是你看看你观音现在在做什么，我看你会不会醒悟。你们的组织都在做什么？你们都在做什么？看完你们之后会不会然后再清醒一点啊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没有啊。按你们的下身，按你们要开火呀？那你们看别人。没事。还是过一半晚你要看一下你们的地爷平常在做什么？对吧？他想下保护呀。是的，太子的时候。那就要看地爷长什么样子。你要看地爷在做什么。去，我已经抓他来了。你还是有三天要瘦啊。帮我减肥好。你不行，你就你脚不行，你就坐下去没关系，用坐的。你脚不行就用坐的。来，一零五一七杠五五五一三零五零一零杠零。
是很清楚。三块块。他好像是那个高铁的。嘿嘿嘿，高铁。好像是很快吧。根本就不给他了。那他就表示他还问呐、啊。这是闪个影给你看。旧的笔啊，你自己收好，那太字违背。我不知道你要放哪。包北，你是二包北。肚子要痛啊。二包北要痛。啊。
正宫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